一只又一只的鹅前后排队往前走，这个可爱的画面出现在巴西监狱。巴西监狱最近越狱事件频繁，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再发生，巴西的南部这一所监狱决定部署新的警戒成员，居然是一群鹅特工。这样的举动一开始其实引发质疑，但是当地的典狱长对外表示，鹅的警觉性相当好，甚至比狗还要好。再加上监狱当中原本就有电子监控系统，用鹅来监控是一种辅助作用，加上照顾鹅群比较容易，也比养狗来的便宜。监狱平常十分安静，所以鹅的鸣叫十分显著，非常容易就可以引起狱卒的注意。而关于这一群鹅特工未来的工作表现，也引发外界关注。东森新闻综合报道。